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带大家来新加坡布比斯附近的蜡笔小新餐厅，等等等等等。那我们就带大家去进去吃喽 ，Let's go。9号的号码牌，他说我们可以去外面逛逛，然后等到我们号码的时候再回来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吧。耶，我们的水来了，这是珍珠奶茶绿茶，这是仙草奶茶。我们回来了，直接进去吗？等一下，先买喝的。我说还没有。那个是我们赶紧待了90分钟。好，点那个 QR code on table for menu， 然后再来 order cashier。OK。什么14？14。对。小白啊，小白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对，小白变粉红色。哦，我们两个人吃了83块。OK， 是杯垫给我们的，他的餐具给这样一套。我们的 potato 来了，是美乃滋，对不对？耶！这只有比较好。有。放个板凳。是刚那个 potato 的星星。这是紫色的。地瓜球，哦，就很甜，然后里面有那种马蹄的感觉，粉粉的，然后很有嚼劲，原味，是用气息配下去，然后抹指甲的，地瓜吗？还是南瓜？虾子的那个炸
小白，小白头上还有一颗黄色的 cheese。它里面有第一层是 cheese， 然后这个是炸物，炸物它是写 chicken 吗？然后还有番茄两片，然后这个是生菜，然后底下呢，底下是这个是美乃滋吧？底下是美乃滋，比较偏酸的美乃滋。耳朵是纸做的，小白的耳朵。然后这个是它的眼睛、鼻子是印上去的，不是海苔哦。有点蓝蓝，它是用那种很像糯米纸粘上去的。这是它的汉堡肉。然后上面有加那种，那个叫 teriyaki sauce。好，刚刚一个漏网的镜头给大家看，是说这个是地瓜球吗？然后这 original 地瓜球里面是紫色的，紫色的地瓜球里面包的是 original。如果刚说紫色的好吃是里面包的是 original， 是紫色好吃的。它地瓜球这样一份里面六颗，但是三颗紫色，三颗黄色。汉堡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台湾的挂包。他说这个不能拿走。是莱奇 ST，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红色的 donuts， 很可爱哦。有莱奇荔枝肉，第二个了，里面是红红的，我觉得是色素，这些都是色素。我要喝看喽，就很像那个我们吃红豆冰的味道啊，艾斯卡姜，艾斯卡姜的那个味道，就很像的味道，真是一样。哎，因为艾斯卡姜里面也有莱奇，艾斯卡姜它就是用刨冰，然后上面淋很多那个色素的东西，然后感觉很好吃。然后这里面红色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艾斯达江的里面红色那个寿司。刚刚店员看我们吃完，然后他给我们一个人一张这个，一个他可以留纪念。我觉得有草莓的味道，好甜啊！怎么样吗？你会觉得过年还可以跟你的主观？OK， 我现在吃完了，然后我这样两个人大概花80几块新币。然后这样子，如果一餐下来，所以平均一个人大概40块，在新加坡其实算贵。不过这是从小喜欢的一个卡通人物蜡笔小新，我觉得这样还蛮算值得的。对，那我学一下蜡笔小新的讲话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不喜欢吃青椒，大家笑吗？好了，我们下次应该是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